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姑娘，这位姑娘来到现场就是专门来杀小脚脖的。我就感觉我这灭灯几率远远要超于我红酒哥。现在关键是你这露脚脖露得太严重了，大老爷还得有人给你治腿都犯不上啊。这你治不治腿那不比酒蒙子强吗？关键人红酒是养生，你是做病，很难把事儿。反正知道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啊！来，掌声有请姑娘上场。就是我的爆米粒，我就是你的爆米花，我要讲的就是你。亲爱的你啊，亲爱啊，我想和你谈恋爱，满有情可有你我愿意，满山根的回家去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博，来自吉林长春，今年20岁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别说我们95后活得浪，我们就是不一样。好。你好，王博。你好，燕子姐。不是来杀小脚脖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杀他，盘他，把他盘了。你的呢？你的也得盘盘呢。我的有保险。你瞅着都是小脚脖啊，这不是吗？还不但是小脚脖，这大冬天的你都盘成拖鞋了。同是同道中人，你何必自相残杀呢？到老了我这也坐轮椅，你这也坐轮椅，咱俩谁推谁呀？看一下场上16个小伙对谁感觉最好。点啥头我也不知道是谁。我还以为这里边有什么问题，那写的是什么呢？王博，不告诉你。王叔你也不能知道。你叫啥？王叔。为啥呢？那我都95后了，王叔。反正也对，那这就是我大侄女。对对对，人都叫王哥呀。都是老王家人，没事。王叔，您亲侄女。好，来看第一个短片。2019年，再也没有30几岁的70后，所有的70后都满40岁了；再也没有20几岁的80后，所有的80后都满30岁了；再也没有10几岁的90后，所有的90后都满20岁了。再不找对象，我就得像他们一样，老的都没有市场了。70后已经进入喝水泡枸杞的年纪。
哎呀，真是一个有性格的姑娘啊！来，九号王一超。我看你刚才说的刺激，我感觉你的刺激都很多都是不理性的。我觉得你跟十四号你俩玩的肯定会很开心，他也好玩，他也愿意刺激，让你俩一起很刺激。那十四号你说吧，咋刺激？我听你，我刚才看你的短片，你挺能喝呀。我不会喝。不会喝你蹦什么迪呀、啊、那蹦迪还非得喝酒再蹦吗？你不得喝的五迷三道才能摇起来吗？那是八零后的生活。他的意思八零后都是喝完酒开始蹦，九零后九五后都是不喝，站大马路上都能蹦。万丈红尘三杯酒，千秋大业一壶茶嘛。我就耗在红尘里，红尘滚滚我痴痴也情深。你可以不喝酒啊，你看着我喝就行啊，反正你就蹦啊。如果说你朋友想喝可以来家里喝，我可以给他做饭，但是收拾得你们收拾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你要处对象的话，你第一也不蹦了，你也不出去玩了呗。对呀、啊、我有对象了我还蹦啥呀。他持家那一面是你最不喜欢的，他玩的那一面是你特别喜欢的，是吗？对呀、啊、我还想跟他对个暗号呢。啥暗号？啤酒洋酒加散白。下一句是啥？我不会。一看你就不是酒人。奈何桥前不徘徊。哎呀你别说了，那十五号十六号都举半天，我看都累一天。能不能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？他们说吧。六号关帅你的感受。其实我认为啊，我为啥灭灯了，我感觉女嘉宾挺猛，就是我感觉她玩的，你们为啥说这么多，人家玩的比你们都刺激。三号，先说三号，三号在我们这里边我感觉是狠人了，鹿角脖子，人家才是武林高手，人家脚后跟都搁歪漏了，死亡脚后跟呢，人家绝对。但是我是愿意学习，我愿意听，就是我之前听燕子姐讲过这个事儿，你那个脚脖那块吧属于三阴交，容易产生以后月经不调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啊。再一个说他，你刺激，就是我刚才上台他也是新来，我感觉他刺激，但是我感觉这女嘉宾比你还刺激，你是自己摇，人家是有孩子领孩子摇。但是你应该注意一下子，就是毕竟怀孕不是我领孩子，是我女朋友领孩子，说你们那个团队比我们的团队要强大。所以说我特别我感觉他玩的是最刺激的，你太刺激了。